深深的等待着，还活着，没想到我还活着。当然不像半个家那么方便，太多细节太多碎片堆在回忆那间房间，但是原来一点不去碰它就不危险。你没骗我没骗我们，到最后才能懂这一点，人活着不就为了实现一个个心愿，好可惜我和你许了不同的愿。天亮了天亮了，地球又转一圈了，既然我还幸运，当然要全力以赴去快乐。